大精选奖，听见潜力好声音。第三世届政大精选奖5月13、14日在政大校内举办。从民国69年起的精选奖，曾选拔出许多乐坛的重量级歌手，每每举办这年度盛事，无论是校内还是其他学校的参赛者，都卯足全力准备。借由这活动，让更多人听见隐藏在校园的好声音。而在独唱组的部分，有来自各大专院校的102位同学参赛。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而在14日的创作组比赛内容更加精彩，50组的入围团体，无论是以乐团形态，还是以自弹自唱的表演，都让人听见潜在校园内的好声音。别吵，你说你不想知道，迟早要面对，但现在不想思考。思量画面仓皇的资料，像天仰望，只是回复来自逐字稿，然后你起身走。Yeah.